老和尚，你是中岳方丈吗？不错，正是老衲。施主是？我们是泰山极顶，独角攀上的好汉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叫白狼。不知来此有何贵干？请你把铁手张送进庙里的汉子交出来，饶你不死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 光天化日闯我山门，饶我佛庙，这佛门禁地没有外人。说什么屁话？给我搜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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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
老哥哥，我的老哥呀，不好了！你送来的东野被人抢走了，啊？又是那帮洋和尚？不，说是从独角盘下来的强人。独角盘？不会吧，根生啊！啊，独角盘，不是你白朗大哥他们吗？是啊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领头的说他叫白朗。根生啊，你去一趟。 叫白狼速来见我。好。义父，畜生！你认得这把刀吗？义父，你老这是怎的？少给我装傻！今天我要用你的头来祭这把刀。 义父，要杀便杀，只是孩儿有啥错处，请义父当面讲明白。孩儿死而无怨。他爹把刀放下，让孩子把话说完嘛。哼！当初我传你武功的时候，有言在先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不伤中国人，你忘了失训，背叛祖宗。你不光伤害了中国人，还杀到自己弟兄的头上来了。 你知道吗？被你抢进山的东野乃是你的师兄。东野，对，莫不是我师祖劈山将军的后人？那还用说？哎呀，义父，我哪有这样的狗胆，敢劫持自己的师兄啊？师父，会不会是被洋和尚那帮人把他给抢走的？对呀，他冒充我的人，让您摸不到师兄的下落。 说的有理，哼！我去宰了那洋和尚。哎，白朗大哥，雪兰妹妹，爹，我刚才路过教堂，发现附近加了不少岗。当然了，看来洋和尚已经有了准备。再说，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把洞野藏在什么地方，不可盲动啊！雪兰啊，你到厨房去炒上几个好菜。 我和你白朗大哥边吃边商量对策。哎。
白朗大哥，你先歇着，饭菜这就好。哎，给，这是我托人到济南府，专为你打的。白朗大哥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不要。哎，收下吧。真的，我不要。你拿着，雪兰呢？我不要。收下吧。雪兰呢？收下，你白朗大哥送的，你不要谁要啊？等把这种事闹完了，就把你们两个的婚事给办了。爹，我说不要就不要嘛。你收下吧。好好好好。你这脾气随着年纪长。 朗儿啊，我先把他交给你干娘，为你保存。朗儿，走，喝酒去。雪兰，人家白朗大哥都下聘礼了，下完礼呀，就有花轿来抬了，还乐呢，你也不知道。 我心里啥滋味儿？傻瓜！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今日赐给我们饮食，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阿门。 兄弟就是独角盘的白狼，今天来找洋和尚有事商量，把人交出来，万事全休，要不然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。走，快！抓土匪！ 上帝的份上，快把那个人放了吧！是。弟兄们，快！
轻的伤。我的伤不耐事，没伤着筋骨，离死远着呢。白狼啊，咱们在这儿人单势孤，不是久留之地啊。你马上设法把东爷送到天津去，好吧？叔父，您为救我，受尽磨难，又受了伤，我东爷今生今世一定重回泰山，报答您的大恩大德。世侄啊，去吧。记着，几十年来，咱们中国人受尽了洋人的欺侮，这仇山恨海，早晚会有清算的一天。叔父，孩儿一定牢记心头。起来。把这个带上，路上用。哎，走吧。